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？我觉得先说的还是等活动结束回家，各位注意安全。对，然后很谢谢你们的爱，然后其实每次活动才能见到他们，对，然后跟他们见面的时间并不多。对啊，见到你们很开心，然后看到你们，我对就心情一下就变好了。对，然后也希望我们能一直彼此陪伴。其实对他们最想说的还是可能我总重复的那些话，对，就是，但这是我最真心想表达的。对，首先真的很感谢他们的陪伴，不管我去哪，不管我做什么工作，然后我总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。对，那他们的身影会，尤其他们穿着这个衣服，我从老远就能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会很有安全感。一看就是伦敦家族。对，你就会觉得不管我来到这个城市，来到这个地方，陌生还是不陌生，我不怕了。对，我是带着人来的。对，就是会很有安全感嘛。见到他们的时候，可能想的最多的是，当一个活动结束了以后，他们回家会不会安全？对，这是我每。Hi Milk 是你的，但你们是我的。三二一，来！哇！谢，对，谢谢。哇！在忙着拍照的。还有什么想对你的粉丝说的吗？首先见到你们很开心，对，因为最近一直在剧组，对，所以很无聊，然后见到你们。
很感谢他们能来，对，然后我觉得因为见到他们，其实和他们见面也挺难得的，对，然后因为不是每一天都有这种公开的行程，对，而且最近我也一直在拍戏，对，所以能出来的时间也比较少，对，然后因为剧组比较忙，然后今年也没有去参加什么晚会啊什么的，对，所以我知道他们很期待，对，但是我也很抱歉，对，因为还是要先把这个先把戏要拍好，对，其实我也很想就多出来，然后跟他们见面啊，然后对给他们能跟他们多互动一点，对，所以很感谢你们今天都能来到上海，然后来看我，对，很感谢，谢谢你们。自己一路走来到今年已经出道八年了，嗯，我就能收获你们，我觉得是我特别骄傲的事情。我们很久没见面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然后也不能每个都跟他们聊聊天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熟，我知道有很多都是从外地赶来的啊，就我永远不知道这个情要怎么报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或一个艺人和粉丝之间的关系，能爱你，然后你能去为他们做很多事情，然后你也能爱着他们，这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无形的爱的沟通，不是一个我们只是粉丝和艺人的关系，对，其实不是的，不是说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要笑，我就要开心，我就要哎你好，我觉得不是的，对，就是我觉得我的粉丝也是，我觉得他们和我一样，我们都很坦诚啊，我们都很真诚，我们都是用最真实的自己在面对每一天，所以我觉得特别开心，大特别好的偶像和大家一起成长，然后在这个人生中有大家的陪伴一起去做这件事情，那大家都要更努力好不好？好久不见，有点舍不得走，对，然后我觉得但是呢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，然后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然后注意安全，就是从外地来的邓芯，对，然后你们回去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然后我相信疫情很快就会结束的，结束了我会全国各地挨着你们的去见你们，好吧，谢谢你们辛苦，我爱你们啊，约定好了哦，下一次给我们 Miko 去全国各地跟大家一起见面，对，为我们的青春干杯好不好？好，好了，谢谢伦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